刚才去楼下买个菜啊，好几个邻居都相中了我身上这个小马甲了。我说我才花几十块钱买的，他们都不相信啊。这是人家品牌剩的一批订单尾货，就剩两个颜色，尺码也不全了，就给咱便宜清了，30来块钱还送运费险呢啊！但是你别跟十几块的比啊，你看人家那里这个绒啊，密密实实的啊，而且呢随便揪都是不带掉绒的，你看一拍一个巴掌印的啊，可厚实了，这穿着啊能不暖和吗？而且呢你看人家外面这个面料也是特别的好，它是这种很厚实很密实的颗粒绒的面料啊，摸上去呢软软乎乎的，一点都不会扎的啊。关键啊它也是不掉毛的，主要是你看人家这个扣子啊还是定制的呢，可显品质了，领口和门襟包括两侧的袖子啊都是做了这种包边包条的啊，可精致了，两侧呢还做了两个口袋，装个东西啥的也特别的方便。像这种款式哈，不管是冬天咱们穿在里面保暖，还是春秋季节直接外穿，又洋气又百搭的，可实穿了，一件衣服可以穿三个季节。链接里面呢还有个米白色，最大码能穿170呢，你看看有合适的颜色和尺码，可以多挑几件，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咱们替换着穿都合适。新升级500个加仑加厚的，天冷了，中秋节快到了，都可以给婆婆妈妈带上一件。里面做的是一个北极长毛绒，外面做的是一个升级版500克加密版的颗粒绒，两个大口袋，平时装个手机、装个钥匙都很方便。里面口袋里面做的也是加绒的，里外都是绒的，双面绒的。天气越来越凉了，50多岁、60多岁的姐姐一定要去戴一件，穿到身上暖暖和和的。咱们40多岁、50多岁的姐姐嘛，秋天就穿这种升级版颗粒绒马甲。来，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我自己也在穿的一款马甲，是一款双面绒的，外面的面料采用的全部都是高质高密加密版的。我们家这个绒毛都是非常的密实，很密实，很密实，不会说掉毛掉绒。里面做的全部都是我们家定制的一款北极长毛绒，这个绒毛软糯亲肤又舒服，你去感受一下，特别带劲儿。版型我们家也是做一个升级的，今年采用的全部都是 3D 立体裁剪饰件。无论说咱是肚子大的、腰上有肉的、胯宽胯大、背后的紧吧、手臂褶粗的，你都放进去穿。前面它可以遮肚子，后面可以去遮胯，遮肉显瘦。你平时啊上班的、坐在办公室的、包括居家做家务的、带孩子的，或者早晚温差大的时候，你都是可以去穿，随穿随脱，特别方便。都说今年是冷冬哈，如果家里办公室里要冷的话，你们也可以给自己给妈妈整一个我穿的这个羊羔绒的小马甲。我给你看看它里面这个绒哈，全部是那种超厚密实的高高绒，看着这个绒就像撸了一个大肥猫一样的，可厚实了。外面呢是那种超柔软的颗粒绒哈，两面都是绒的，穿着它前后心就像贴满了暖宝宝一样，又轻又暖和。这种马甲它穿着不管是暖和，你在家里做个家务啊，或者是伏案工作的时候穿着它也特别的得劲儿，而且款式你看简简单单的哈，甭管是家里外头的也都能穿，整个是这种 H 版型的，有肚子有背后还能给咱遮起来，还挺显瘦的。大码呢是能穿到170斤的，反正我觉得它这个季节是可以单穿的，等到天冷的时候还可以给它搭在棉服里穿，还特别实用。啥造型呀？短袖配马甲。哎呀，刚给我婆婆买了一件这个加棉的小马甲哈，我上身给她试试。你别说，穿上还挺暖和的。关键是我这次买这个价格一点都不贵，30多块钱还有运费险呢，质量做的特别好。您的外面是这种软软的摇粒绒的哈，手感细腻丝滑。你看看里面又软又细又密的绒绒，手感特别的软糯。就连这个小扣子做的都是这种木质的，带花纹的，还挺精致。整个上身哦又暖和又舒服，它不会觉得臃肿。完了以后穿上保暖性也很不错。这小扣子的款式，你看秋冬天穿上特别合适。像婆婆妈妈们年纪大了怕冷嘛，就冬天你整个这小马甲套在那个毛衫啊或者是那个 T 恤上面，前胸后背都能给你护住，贼暖和呢，也不臃肿也不难受，整个上身的舒适度就可高了，你随便搭着都能穿。就这质量30多块钱，我真的觉得特别划算，关键就这价还有运费险呢。你们家里面要是有婆婆妈妈秋冬天怕冷的，赶紧去抢。这过完国庆哈，真的是一天比一天冷了。你看我早早的就给我自己给我妈一人整了一件这个双面夹绒加厚的一个马甲，它这一款呢是一个升级款哈，你看一下它这个里面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加绒加厚的一个珊瑚绒，就特别的厚实，看一下，哎，就特别的厚实，而且呢它是不掉毛不掉絮的哈，这穿在身上就老暖和了，只有我们后背不冷啊，我们整个人就不会冷了。而且它外面呢也是做了这种加厚的一个颗粒绒啊，同样也是不掉毛不掉絮的，它这个做工也非常的精致，四周哈全部都是做了这种包边包条的一个设计，而且呢就连一根多余的线头你都找不着。而且你看它两边呢还给我们做了两个大口袋，像平时放个钥匙手机啥的呀就特别的方便，像我们平时穿着
他看个孩子呀，做个家务啊，打扫个卫生呀，不仅不累，而且呀特别的保暖。而且呢它是这种宽宽松松的版型哈，最大码可以穿到170来件，像平时里面穿个打底啊，穿个毛衣啊，或者是外面套个羽绒服哈，都可以去穿。这个价格巨划算哈，才30来块钱就能到手一件。刷到的家人们哈，趁着现在价格合适，给自己、给婆婆、妈妈、姥姥一人都安排上一件。